身体还在成长期间，就充分实现了方方面面无与伦比的才能。为了开悟一切众生，我是现处在宫殿，众女环绕，享受五欲之乐。而在这过程中，不会惊视其中的种种后患，从而在半夜时分除掉种种装饰出家。为了让所有教派的宗师心生恭敬，我穿着袈裟安坐在菩提树下，生见我安处菩提树下，都前来听我讲经说法。我以一切功德成就三昧神力的成就来宣说三乘法，他们听到我的讲经说法后，都得到各自的利益。以声闻乘来修行的及时脱离烦恼，然后一生一世追随于我，发愿修习圆觉乘的都得到日华忍辱。修习菩萨道的都得到直持金刚爱护大海三昧的神力，从而成为五地菩萨。
我夫设吉祥草，在菩提树下成金刚座。爹家夫座身心正直，进入阿婆三昧禅定，从而停止呼吸。在修行此定中，每日食用半粒米，其余的都布施给他人。我如是久修种种苦行，声名远播，连阿伽梨扎天的天人以及一些龙神八部都前来我处供养于我，并被我的苦行所折服。有些非人四处传说我的故事，并对其他教派修习苦行的人说道：你们这样的苦行是得不到大果报的。我见到一位大菩萨也在修习苦行，他进入微妙无比的禅定，从而让身口意三业全部寂灭，呼吸也停止了，一日一夜仅仅吃了半粒米。像他这样的苦行，那才能够得到大果报，得大利益。这位苦行人日后不久肯定可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可以亲自去看看吗？那些修行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全部停下自己的修行，来到我处观摩我的一举一动。来观摩我苦行的有国王、大臣和普罗大众，还有各种教派的四众弟子。如有女人见到我苦行的场景并供养于我，那么这女人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成为女人身。若有畜生，包括微细小虫，乃至于恶鬼，见到我苦行的场景心生欢喜，就此命中以后再也不会投生在畜生道了。这些都是我久远劫以来如是苦行叠加夫作时，无量百千万亿无量众生种下的解脱种子。世尊，我这样的苦行在过去世中其他教派的修持者
或修行菩萨道的众生做不到，在未来世中也没有人能够做到像我这样的苦行。我还没有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时，就能够破坏魔王及其眷属。当我摧破烦恼魔的种种障碍，成就佛位时，为了每一位众生能够安住在出离生死苦海后的极乐境界中，我随机示现受残留业力的报身。也为了那些在生死苦海中沉沦挣扎的众生，我会示现百千无量神足，让他们升起信心。为了让那些众生安住在正确的知见中，我会根据各自的根器开始相应的佛法，使之得以顺利登陆涅槃彼岸。坚固如金刚的智慧，摧破一切众生种种无山的烦恼，以三乘法去救度众生。为了度化一一众生，哪怕是要走百千游巡的路，我也不会用神力而到达其住所，而为他们讲经说法，让他们再也不会有任何担惊受怕。或有人遇到我门下出家，无论他的根器有多么的差，都不会有什么障碍。就是那些女人想要跟随我出家学道，欲受大戒，我都会满足他们的大愿。我门下的四众弟子都能够得到广大供养。愿那时的天、人和一切鬼神都能够真实了知苦集灭道四圣地的真正含义。龙族和阿修罗的一切众以及其他畜生都能够受持八戒和修净梵行。
至尊，当我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后，如有众生对我生起嗔恨心，以种种手段要来残害我，或者以污言秽语辱骂我，便由四面八方去散布种种谣言，甚至是用毒贩来供养我。如是残留业力，我都无怨无悔接受。往昔所有怨贼众生对我生气种种害心，种种恶言，以毒贩来害我，种种手段来伤害我，抱着毒害心来到我的住所，我都会大悲心，一介多闻三昧的神力来为他们宣说妙法。从而让他们心生清净，广行善法，对自己的所造恶业真心忏悔，再也不做。在未来世中，都在天上人间善道之中轮回，无有障碍，在解脱生死的路上不再退转，永断一切恶欲，如有残留业力都彻底得到净化，无有遗余。世尊，当我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后，身体之中所有毛孔每天都会有无数具有32相、80种好次第庄严的化佛飞到无佛世界、有佛世界以及五浊恶世中去广作佛事。有些世界的忤逆罪人、毁坏正法、诽谤圣人，乃至于断除了种种善根，还有学声闻、缘觉以及佛乘的众生，在修行路上毁破戒律，形成大罪。烧灭善心，灭失正道，堕落在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无尽旷野之中，行邪道，登罪山。像这样的众生
何止百千万亿，那些一一化佛在一日之中为他们说法，对待那些大自在天或者是其他天龙八部的信徒，那些化佛都会示现其形象，给他们讲述离苦得乐的正确方法，为他们介绍我的名号。愿那些众生听到化佛赞叹我的名号，心生欢喜，种集善根，来生到我住世的世界。世尊，这些众生在临终前，我不能够在他们面前演说佛法，让他们心静的话，我在未来世中终究不可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如果那些众生命中之后因为堕落在三恶道中而不能够升到我国成为人时，我所掌握的一切诸法就全部都会消失，所做的一切佛事都不能够成就。世尊，我成佛之后，愿令他方世界中罪恶滔天的众生命中之后都往生我的世界，根据他们的业力、长相、姿色都丑陋不堪，人见人鄙。为了这些众生，我在娑婆世界中把一个四天之下示现住母胎、降生、成长、出家苦行以及降魔、成道、大转法轮、进入涅槃、留不舍利的整个历程。世尊，当我未来成佛以后亦应说法，众生根据相应根器各得其解。听我说法之后，学声闻成的就知晓修习声闻法藏，
学圆觉的也就对圆觉成修法了如指掌。修习佛乘的也就对修习佛乘的方法十分精通。那些修极住菩提法的众生，要想圆满菩提，都会及时舍财修行布施。那些行十善业不为菩提，而希求天上人间享受五欲之乐的众生，也由于听我说法而依教奉行，去遵守各种戒律。有些众生心存畏惧而有爱和恨，听我说法之后变得具有亲和力。有些众生喜欢从事杀业，听我说法之后即得悲心。有些众生心中被坑令嫉妒遮覆，听我说法之后即修喜心。有些众生自恃相貌端庄健康，执着于美色而放纵自己的种种欲念，